原来是有那么是高门马米萨，高雄卫生局也是马里比兵林家里马个是。原来家里嗲阿拉古棍早说，多么的古做双是高门意思。伊嘛马西尼长照据点马达文件站，嗲不看你打了伤害，家里公安安的古马个人米色，说个那呀嗲无不准，马拉尔嗲维吉那达那沙古马个人米色，说马个是啊。亚马达拉瓦卡多罗瓦努马里维尼米塞。瓦奈迪亚巴罗阿尼比武汉肺炎穆斯科米伊西，卡努瓦奈埃西纳长照多纳，迪亚贡安安努多马德格兹穆斯科姆。高雄市马西尼乌南52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，乌南巴66处伊势西吉巷弄长照站，乌南巴社区关怀据点。马达巷弄长照站322处，乌那巴文化健康站27处，亚马卡索卡旺旺，亚巴达拉桑埃公安安，亚乌鲁巴萨汉戈马比吉格努啊。针对我所有的文化健康站，还有日间关怀站，这些全部都要因等于是。中午时间就不共食共餐，那就是大家就是准备便当让他们带回去，来减少那个疫情那个在能够发生，来防止这个疫情蔓延。阿不错一说公安安了呀，妈妈让阿伯在尼亚巴勒呢，那个说穆斯科没一起住住了阿比达勒，伊妈说长照据点阿伯在尼亚噶旺旺，原来爹妈的阿拉个妈妈让当那韩国。一个里面职工，木拉呢木不住，那他等不到住住，可能啊。可能就变成老人家无法说在用餐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聊天谈心的这种，就是时间呐 啊，但是为了还是为了以健康为主，所以先配合卫生福利组这里规定的，就是要以那个带便当打包的方式带回去。我们站内会有配合一些志工，就是来协助帮我们就是打包这样的那个食物。行动不便的话，我们可能会到住家到他们家来那个给他们那个食物。高雄市卫生局马加西不是跟我们一起干了把打包拉恩，打了上海把公安安的亚马达拉巴卡杜鲁瓦努马里维尼，亚巴卡拉阿巴扎斯努盖亚布伊马盖米亚纳。要把这人那个男人说我们是哥们，要摆在一说我的狗。